我按了对的按钮，为什么荧幕上没有画面？是不是遥控器没有电池啦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换了电池。那为什么还是没有画面？快想想办法，我不想要错过我最喜欢的电视剧。Hello， 你们好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来帮你们的小天使。啊，这个是因为你们没有付费电视，你们也没有转换成数码电视。 就因这样，我们就不能观看新传媒的频道了吗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您只需要使用 Toggle 就能继续观看新传媒所有的频道。那使用 Toggle 需要付费吗 ？Toggle 是完全免费的，你们还可以随时随地观赏你最喜爱的节目。亲爱的，这 Toggle 还真的很不错，我们能同时观赏各自喜爱的节目，不需要再争遥控器了。 让你随时随地继续观看您最喜爱的新传媒节目。